小人来了吗？没有。出去啊？跟爸去店里。对，我要去店里。那你去吧，我路上堵车了，瑞瑞我来带就行。啊，不差这两分钟，先进来。走吧。嗯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嗯。这是厨房、客厅。往里走的第一个房间就是书房，你随便用。底下那两个房间，这边是瑞瑞的，那边是我的。这个房间是你的。谢谢。瑞瑞啊，干爸要去上班了，你自己在家要好好听小姨的话，听见没有？好。太好了，小姨和干爸住在一起了。嗯、其实是住在一起。有区别吗？那我上班去了，干妈再见。嗯，瑞瑞拜拜。